情人节这天呢，不少女生都想要收到玫瑰花，就有业者脑筋动得快，结合了玫瑰花瓣与银瓶，选在七夕这天上市。粉色的渐层感，充满浪漫的少女氛围，以有机玫瑰搭配清爽翡翠绿茶，调配出独特的粉嫩颜色，还有以荔枝冰沙与玫瑰花酱以及荔枝苹果冰沙结合爱玉特调出的粉色渐层的高颜值饮品，一口气主打多款七夕饮品，也在这天给出甜甜价，限量777杯的双杯折扣，原价160元，七夕这天两杯139元，就是要让上门的顾客有甜蜜感。今天情人节推出一个情人双双对对一个组合，那各位也可以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就是搭配我们的爱恋玫瑰，然后分享给重要的人。光看就浪漫的玫瑰饮品，以英式红茶系列为主打的连锁茶饮，也特别在七夕情人节这一天推出金苹果认证的雅典娜金苹果饮品，倒进苹果牛奶、红茶，甜蜜滋味同样有优惠，连续7小时买一送一。其实要疫情趋于稳定了，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买一送一刺激消费者可以出来消费。那我们也希望今天的业绩可以比以往成长30%。配合七夕活动，知名冰品是买酒送酒，就是要祝感情长长久久。另外各家连锁饮品也都有相关优惠，像是主打奶茶手摇饮的店家就寄出买一送一，还有商家是买满2杯就抵20元，还有推出水果粉嫩色系的饮品是满额120元，全单打85折，以优惠甜蜜价充买气。TVBS 新闻，罗宏畅、严佩瑜台北采访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新闻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